大家早，欢迎来到前田主厨的料理厨房。今天呢，我今天也不是要拍料理的影片，我今天刚好要到高雄工作，所以我会拍一天主厨在高雄的一个 vlog。然后今天会到高雄的大鹏湾，然后也会到高雄很多其他待会在影片会介绍给大家的地方。那我们待会高雄见喽。我现在呢，准备就是要搭车去高铁，然后再到高雄，然后在去的路上呢，今天天气非常热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我最爱的粉圆冰，现在就来喝一下粉圆冰，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哇，超爽了。今天要先到屏东的东港先见第一个客人，然后再到高雄再跟第二个客人见面，所以今天的行程会比较满一些。大家在中途还是可以去吃海鲜。今天要来工作，所以顺便来东港吃一个海鲜，开不开心？那我们现在刚好到东港，其实东港天气超热，然后我们待会会到里面去找一些海鲜的料理来吃。很新鲜哦，很新鲜。嗯，甜的呗。不吃啊？不吃也可以讲。对啊。
上的浪变大了，前面感觉要下雨了，杰哥，感觉要下雨了，这边又吃很饱，我吃了很多。哦，换了这件衣服轻松多了，可是我觉得这来这边吃还会几家地雷，而且其实很多都是那种生鱼片会帮你现切，但是有些的摆盘摆的是超丑的。好，那我们下一站就在大鹏湾。谢谢收看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及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